另外再买。对，那是另外再买的。它有很多款，就是看你的。你这两万，大概两万块。需求这个又另外买，这样又差不多又要六七千，七千多块。哦，你这算是很。啊，那个遥控器也是另外买，那个也是六七千块。这张加起来其实就还蛮多的。哦，那你这样对它加起来三四万跑掉了。对呀、啊，这种也比较容易坠机啊，就是它风险比较高，因为就是在这样室内这样飞，所以就很容易去撞到啊。但玩这个就是主要就是玩。那我买了大概，你可以买大牌的，比较 DJI， 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现在跟你讲，比如说我最主要是要，比如说套到五十公尺的那个高度，对不对？帮我照一些那个比较特写。那你，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买 DJI， 你可以回去查一下中国比较大的牌子。我已经买了、啊。哦，你已经买了，那你就尽量飞啊，飞飞看啊。不想这也没有什么难度。